OK 啦，等了这么久了，终于食物看到了。哦，这边纸牌那个后面的瑞记排骨酥，吃了20年了，现在生意越来越好了。这份110吧 ，OK。好了，开吃了。这几袋花鸡啊？这多几个叉子呢？冷气啊？啊？哦，冷气啊 ，OK。消化清洁。怎样？怎样 ？OK OK， 还好，啊，这个很抗啊。嗯，你看都是肉，真的很好吃。它有腌过的入味，110啊，那量还蛮大。哦。好吃，再加一个，加多少？好大块！完全没有那个骨头。来了。太好吃了，中夜市不会闷的，很凉爽。那个富平夜市就不行了。那像今天出大阳闷死了，34度，我都兜热风。这边真的很凉爽，你看，食物真的美味了。大多是没有骨头的。而且肉齁，排骨那个排骨酥那嚼劲超棒的，来中医师一定要买，建议买那个100多块来吃，不然那个55块的量太少。等一下啦，我先这样啦，阿天嘛。有啊。哎，我来吃呀。好了，好了，你家那边结束了 ，OK。